呢是在宜兰苏澳镇的一米特创意美食馆买的好吃的伴手礼哦。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你看标志在这边，一米特这个商品呢，还有布丁是他们自己产的哟。我们等一下先打开吃吃看吧。这个一米特呢，本来以前是做马吉做麻薯的哦，但是做得很成功，所以他们就自己研发了很多跟米食相关的产品哦。像这个就是，这个叫做欧卡脆。它呢，我买的是个综合包，它有四种口味，来看一下，分别是香葱鸡汁、炭烤海苔、黑胡椒猪排，还有培根香酥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小朋友最喜欢吃的炭烤海苔口味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卡脆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圆的还是扁的，还是长的呢？哦，小小的，小米饼的那种感觉耶，海苔口味，像花朵，对不对？吃吃看，好吃吗？鸡米花哦，有一点啊，好吃哦。嗯，真的就是像米饼的那种味道。我感觉这个蜂蜜汤吗？也有一点像，还蛮好吃的。我们开下一个口味看看吧。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是香葱鸡汁口味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哦，赶快来吃一口吧。没有粉。但是它有葱，所以它也是有一点微微绿绿的颜色，赞赞。嗯，这个也很好吃哎，这个咸咸的，香香的，嗯，好吃吗？你有吃吗？好吃吗？你也拿太多了吧？接下来我们要开的是黑胡椒猪排。真的有黑胡椒哎，你看看，真的一粒一粒黑。对呀，我来吃喽。妈妈，我觉得我闻到有黑胡椒的风味，真的有。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，大腿吗？每一个口味都好好吃，停不下来耶。我们看下一个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他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培根口味的吗？他怎么里面又给我放了一个黑胡椒猪排嘞？跟刚刚这个一样啦、啊。老板，你给我放错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下次去再帮你买回来，我就能凑齐所有口味喽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吃别的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吃的是一米特店里很畅销的布丁，它有两种口味哦，草莓还有芒果，我们都打开来吃吃看吧。芒果、草莓布丁，对对对。野果类，对，我们接下来开芒果。吃的，硬点点的，甜甜，一点点，很对呀，对呀，哎，好像咬果冻。对呀，咬果冻。对呀，啊哈，你要吃哪个口味？芒果吗？来，妈妈喂你吃。吃饱吃什么？好。哦，我要先吃。好吃吗？哦，被它毁了的可爱草莓。对呀。哎，它很鼓溜哎，一推又回去了。好吃吗？妈妈。妈妈呀。它吃出来就是这样。哦，野果嘛。好吃哎。真的，换我来吃。对哟对哟，要把草莓太大口了吧？
哦，抢着吃哦。好吃。好吃吗？会很腻吗？很甜吗？不会，而且它这个是常温。它虽然叫布丁，可是它不是那种便利商店那种冰在冰箱里的布丁，它是常温的，然后做成 QQ 的感觉，还蛮好吃的。芒果非常的香。接下来我吃草莓。啊，草莓。两个口味都很棒哦，真的，好吃吗？接下来我们就来吃下一个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吃的呢是台湾严选的寒天果冻，它这边有写哦，滑顺 Q 感，甜蜜好滋味，一口一口赞不绝口。这个当时呢我们在购买试吃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天哪，惊为天人。其实那个滋味呢还在心里，我们现在打开来跟大家分享吧。哇，原来拿出来是这样子哎，好像有很多种口味哦。我们打开看看。哇，好多哦！这个倒出来呢，就是综合水果的口味，而且它的造型就是真的胖胖 QQ 哎，对哟，对哟，都很小。打开看看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它挤出来的样子。哇哦！我也要吃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外观，真的是跟一般长条形的果冻不一样，它特别的短短胖胖 QQ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涵涵跟芝宝来试吃咯。这里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吗？看起来真的很不错哎，它这个综合水果呢是有荔枝、葡萄、梨、草莓、芒果，哇，好多种哦，综合口味耶。再开一个吧，试试看。爸爸，请你吃一个吧。谢谢。对啦，会跳舞的果冻，这个还会站起来的果冻，嗯，放到嘴巴吃吧，好像会的，好好吃哦。最后呢，我们要分享的呢，也是在益米特的贩卖部买的哦，但是这个并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分工工厂出的，不过也很特别啦，玄米蛋卷，我打开吃吃看吧。它包装的上面还有拉环，对，来，很大声哦，冲一根出来，蛋卷啊，拿不出来，哦，它很密耶，怎么办？完蛋了，突然觉得有点是考验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拿出来喽！哇，好长啊！我们请最爱吃的芝宝先吃。爸爸，边吃边剪。很粗哦。对。你吃一口，它就会把碎碎都掉出来。你看，我这里一盘。怎么好多碎玉啊？这个蛋卷呢，跟外面坊间那个很流行品牌的蛋卷完全不一样。首先呢，它真的很多层，它在卷的时候就卷的还蛮多层的。然后它不怎么甜，它有很重很重的米香哎，这应该是玄米的味道吧？它吃起来味道真的特别的香。但我知道切一半，而且不腻，真的很好吃哦。这个本来是这样，刚刚真的很多层，对不对？好几层哎。很厚实的感觉，
蛮好吃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在益米特创意美食馆买的伴手礼真的都好好吃哦，那里真是一个好玩又好买好吃的地方哦。大家如果去宜兰的时候，也可以去那边玩一下啦。我今天与你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新影片喽！记得订阅我们。